多久没有亲密的那种，就是跟男生比较亲密的？你们一定要问这个吗？不要吧，不要回这个啦。没有啦，亲亲什么那些也可以。跟谁亲亲啊？奇怪，还在回答。哎，这样你们剪影片很难剪，因为我没办法回答你们，这样很害羞的一个问题耶。我想志玲姐姐也不会回这个问题吧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们会问志玲姐姐一个字吗？不会吧？但是不要问我。你现在真的害羞是不是？对，我整个红了，那个好害羞，脖子都红了。